就是一首 Beyond 的歌曲唱三大调。哎，那些六个教授都说，最好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三大调，赖老师规划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叫三大调，其他就叫小调。一样的歌词，像所有的歌词都这个歌词都可以唱三大调。像我们比如我们聊东西呀，好，因为我们赖老师的老三歌是四三二一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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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你换气的地方了哈。聊东西的那是个唱东西，年年老记